好，另外一个就是陈启玉，我想让委员一起讲哈。这个陈启玉不是连赖清德都讲话了吗？那今天《镜周刊》镜检又写了一大篇，就有细节喽哦。说吴宝请回的隔天，就从高雄地点也有，高雄林园海边偷渡到菲律宾。当然也有的说了，他知道台湾跟菲律宾有引渡条款不安全，所以他接下来会到其他东南亚国家。到了菲律宾还不安分，还去当地的赌场，因为有钱嘛。卷走了上亿元，然后呢？原来啊，他长期跟一名酒店小姐交往，据说是这个九国名花帮他转账。然后南检为什么抓不到呢？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来宾就说他已经偷渡了。那到现在为止啊，这个检方才讲，那说他帮这个手机私人物品放在国内，营造还在台湾的假象，糊弄南检。我看到这边，我真的是三条线。这南检是吃素的吗？好，这样子就会被糊弄哦，就这么简单哦。好，那联合新闻网还说，可能是他做筒子免签到越南等等。不管如何，网友爆气，禁检都知道比你检掉还猛。好，陈菊邦真的又色又贪。然后你看南检演戏放人跑，完全没有调查金流，现在拉一个小三出来写小说，你想转移什么焦点吗？哎，网友冰雪聪明啊。哇，我觉得哈，我们的网络上的朋友哈，真的每一个都比那个什么南检南院哦水平高很多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陈启玉，然后弄出了这么大一个窟窿，听说最高金额到达11亿元，那这么一大笔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，那你现在呢，证据确凿有金流，而且台研还4次。函送要办理这个案子，就4次都被挡下来。那挡下来长官是谁呀？愿闻其详啊！是经济部呢，还是哪个单位有这么一个本事，可以把台研公司啊函送的事情给挡下来？哎，这个显然也应该是有谢女士那种等级的人才得了。中间那个茶器专刊照片终于换了，对不对？本来用了一张他妈都认不得出他来的照片。对呀，对啊。这中间的复杂痕迹太明显了。没有错啊，而且哪有说隔了一个礼拜才发布这个，还10天嘛才茶器专刊，对不对？而法院给他的好处又好好哦，人家那个柯文哲哈，一次这个不羁押，然后接下来开羁押庭，只隔3-4天呢。他这个会隔10几天不可，是啊，什么意思？而且明知道台风已经会来了，对，还压在台风那一天哦，那台风来不上班，再往后延，对，用意何在？还要我们解释吗？民进党真的好厉害哦，民进党真的很能干哦。他就是解释不下来，所以今天就告诉大家嘛，因为我们被糊弄了，手机私人物品放国内，所以我们都以为他还在台湾。你们是新来的吗？对啊，幼稚园的。幼稚园的啊，摔下去。幼儿园等级，幼儿园，薛阳君都忍不住笑起来了。对啊，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？你们是怎么办柯文哲的？我问你啊，搞什么钱包啊，什么那个 USB 啊，哇，这个 USB 啊，哇，科技办案呢？是啊，啊，到现在哈，一只老鼠猫都没掌握住啊。那你这个掌握住市政，你就把它放了。那你告诉我们说。中间不是因为他有民进党党政，谁相信啊？对啦，所以这篇整个看下来，网友就很清楚嘛，就是你南检又在演戏了，对吧？哦，被人家发现就随便安个理由，因为我们被糊弄了，他很厉害，然后拉个小三出来转移风向，写小说啊。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台研绿能前董事长陈启玉涉光电弊案，第一时间南检吴宝请回，隔天他就落跑了，至今27天还是找不到人。周刊最新爆料，陈启玉已经逃到菲律宾。你听完的反应？干，啊，就这样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只能这样讲。Okay, okay, 为什么反应这么大？我就觉得就不公平，就是你应该不分色彩，你就是要。怎么样？你怎么办柯文哲，你就怎么办，就是都要一样嘛。Okay. 觉得台湾的司法就是看颜色在办事情啊。对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只能这样解释啊，不然，对。啊，这陈启玉是不是有跟民进党是有什么关系吗？他是前民进党员。哦，所以这很明显嘛。Okay. 对啊，你知道赖清德他那个台南帮就是。几乎不是桃色纠纷，不然就是很乱呐，就是这样。跑掉了吗？
跑掉了。哦，可能之前应该故意放纵的吧，不然那个很久以前就有那个迹象了，所以那时候苏贞昌把他拉下来的。没有，就是可能不积极办案了，让他跑了这样啊。OK， 应该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时候还没发布通气啊，他可以搭渔船什么的啊。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过二十几天找不到人，就感觉就背后可能有人在帮他这样。是因为有背景的关系，所以才可以逃跑，还是因为大家的重心都放在柯文哲身上，所以就没有去追这个人？我想说，那他可能就是趁乱逃跑之类的吧，因为对啊，不然他怎么跑得出去？背景一定有嘛，然后就是趁这个时候赶快离开。就觉得蛮夸张的。哪里夸张？就是明明好像有一点蛛丝马迹，然后怎么又把他是放走了这样？你看谁负责啊？你看谁负责啊？你觉得嘞？现在谁最大啊？就好了、啊。什么意思啦？你问总统嘛，我不懂，我平民啦。赖总统。对，还要问他旁边的人，因为我不懂，是平民。我也觉得，就是会有政治落差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个是虽然他柯文哲没有背景，然后一个是有背景，可是用背景去来讲的话，就好像每个人。一开始的他的那个后台就不一样的话，这怎么讲？讲难听一点，警察其实如果想要做事的话，其实也是抓得到人，只是要看上头的人愿不愿意让基层的员警跟检察官去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就是不能用后来，我觉得不应该用后来说很生气这件事情来去。好像感觉好像在掩饰什么，一开始没有抓这件事情，难道是因为党内派系不同，所以你一开始就放人了吗？但是不可能，一个人如果你说名气小，但是他不可能就这样一手遮天，一定有人知道。我会觉得就是一定有人知道，只是他放跑他了。有民众表示，柯文哲案跟陈启玉案对比，感觉现在司法单位是看颜色办事。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国富路全校精华，精华霜即刻启动，冻龄密码。